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我们将针对这个写作的题目哦，这个交通警察执行公务是否可将机车驶上国道，做一个范例的写作说明。好，首先关于这个议题呢，我想从正反两面依照情理法三个层次来申论。首先基于法跟理，我持赞成的意见。好，首先就法律层面来说，虽然机车它不得行驶快速道路跟国道，但是警察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不受交通法规所限，所以我赞成。但是在赞成的背后依然会有问题，就是有关于交通法规的认知。有的民众认为机车就是不可以驶上这个国道，但是也有民众认为这个警察执行公务不受交通法规所限，所以会造成了一种交通法规认知歧义的问题。其次就是理逻辑来说呢，警察在追捕违规逃逸的车辆是职责所在，所以并无不妥。而且呢，如果你让这个逃逸的轿车得逞的话，他可能再犯，其他人也可能进而模仿，所以我持赞成的意见。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按照事理继续发展下去，机车骑上国道是非常状况，如果民众应变不及，可能造成交通事故。好，再来基于情感方面，我是反对的。首先，女警追上国道，自身陷于危险，若发生意外会令人不舍，人民保姆也应当要爱惜自身的生命。但是我相信呢，女警比起一般人有专业训练，更能够谨慎的应对，避免事故。其次就是一般百姓他也可能发生事故，国道的行驶速度非常的快，对于驾驶而言，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应对这个突变的状况，所以如果因此而发生了事故，会令人非常非常的伤感和遗憾。不过我们也要指出来哦，这样的一个设想可能都是因为预设了大多数人都没有危机处理应变能力。好，其实我们也可以相信，就是在女警鸣笛示警之下呢，大多数的驾驶都会放慢速度调整状况的。综合以上情理法以及正反两面的论述，还有各个优缺点的论述，我是支持警用车可以骑上国道去进行执法的。那该怎么办才是会更好的呢？就是要加强民众的法治观念，当警用机车骑上国道的时候，民众要立刻降低速度，保持警觉，避免交通事故，而且要有效地协助警察将违规者绳之以法，莫存侥幸心理。更何况该车恐怕有更严重的情势，他才会拒绝盘查加以逃逸。